王东打麻将是一台是一排气氛超级好，车我都想要，春节买法拉利，来三二一存好了。王东身边没有有钱的小开，他周边朋友圈都是阿拉伯王子，生日不送肉嘞，生日是送油田。王东出雪茄以前一定是点燃一点一千元，然后那次雪茄还是没点，他只是想烧一点钱。王东他记住再次霸气爆表，不是好气概是霸气，只烧掉。而是王东拜拜时烧的是真的钞票。王东也是路边摊节省，但吃完天下没有原本路边摊老板马上就变成全球排名第二有钱人。王东还扭转了金刚科学，打了阿基米德的脸，一个够长的棍子跟一个点还是举不起王董的钱。恋爱王董不给我搭讪，我猜想他们没打贪，打贪之后他们敢叫我穷光蛋。恋爱王董不给我搭讪，我猜想他们没打贪，打贪之后他们敢叫我穷光蛋。哦蛋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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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期望能当王董的干儿子，说的王董敬仰如王八蛋一样，一发不可收拾，然后找机会变王董投资，再投一些我陪文导的，连我都找王董投资我新专辑。哎，这个相信好了。有球队喊求找王董投资，但是说球赛我是观众，说他们队友最强的前锋中锋还有流川枫，保全公司说王董超多人想偷袭，叫王董加钱就不用忧虑，他们保镖可以出魔力砸汉布罗利，珠宝商卖戒指给王董，也屁话一堆，说这一枚超级稀有，还在北一仙侏儒丢到我山顶头。 NASA 找王董投资，太空船直飞太阳，他担心热搓阳光太强，会有时当太阳只是晚上。没爱王董不给我搭讪，我猜想他们会打探，打探之后他们敢叫我穷光蛋。没爱王董不给我搭讪，我猜想他们会打探，打探之后他们敢叫我穷光蛋。哦蛋哎，哦蛋哎，知道不给点利益，大家就会离去，不会再鸟他。情场上更没辙，他想对着公主拿钻戒单脚跪着，但每次没看到钻戒的赛死后，自己觉得先跪了。王董儿子把妹花钱也是超奢侈，王董念他你在为别人养妻子，那回说你在帮别人养儿子，钱恐怕会将他人生拖垮，人家大钱只超火花，但烧一半地球温度就上升两度是好说吧。王董看着大海疲惫，定他掉了地雷，开着新买的核能潜舰下潜，逃离这虚伪的一切，但你还是喊穷羡慕王董，羡慕得很彻底，这不难都跟他一样，可惜王董眼线不准你。没爱王董不给我搭讪，我猜想他们没打探，打探之后他们敢叫我穷光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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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